唐姑娘，你冇事啊嘛？你为咩事咁睇唔开啫？就算系咁，都唔使出此下策噶，咪争俾人话你畏罪自杀。少夫人佢又唔肯原谅我，我以后仲喺家人公道点蜡烛喎。其实咧，最主要咧就系对得住自己嘅良心，唔使理人哋点睇嘅。况且我谂阿姐都系一时火遮眼啫。 佢嗰一啖气咧，应该冇事噶啦。真系嘅，信我啦。你饿鬼投胎咩？唔该，你有翻啲仪态啦。好啊，咁梗系咁样食法噶啦。咁样惊住啊，自己咁快嘛？喂，你寻晚同今朝冇食两餐啫喎，唔系饿得咁紧要喎嘛？咪就系啦，成个饿狗抢屎咁，婚礼街坊嘅。 喂，你哋觉得难睇可以翻去先，唔使陪我噶。哇，冰糖葫芦炸奶茶，喂，咪住！嗱，你啲肉松肉干，你啲华妹同关庆子，自己拎翻，我哋陪你啦，再见。喂，哦，你哋咪就系浪得虚名咯。炸奶茶，两次炸奶茶，一次冰糖葫芦啊！ 古灵精怪，唐吞苦咽，因住啃亲阿姐。你估你家姐我晾得虚名嘅咩？啊，你由细讲你说话讲到大，你唔厌嘅咩？咁你由细食饭食到大，你厌唔厌啊？都厌噶，我最好得闲啦，有得食粥啊，或者食面啊，最好有鲍鱼食咧，咁啊真系唔厌。或者得闲俾你家姐我约下你鸡心都得，系咪窒家姐咪约得你？哎呀，唔好意思哦。唔紧要，唔紧要。黐立立住。阿姐，你真系唔买得。 由细到大咧，我同阿太都成日虾你，咩都俾晒你做，仲冇你做挡箭牌。不过咧，你咧嗰啖气就冇事噶啦。梗系啦，做大家姐嘅我，除咗靓之外，仲要膊头有力，够气量。咁啊系啊，胸襟广阔咧唔记仇，不嬲都系阿姐嘅长处啊嘛。嗯。所以海棠嗰件事咧，做咩啊？想帮人讲好说话？我唔系，但系佢都系身不由己啫。你家姐我咧就并唔系唔记仇，只系选择性嚟记嘅啫。 姐，唔好咁固执啦！唔好再喺我面前提呢个名，如果唔系我就变身。哦，行啦。小朋友，你做乜嘢啊？系你啊！哎呀，真系冇阴功啊！边度打成你咁噶？ 阿太，我打荷包，唔打就俾佢打成咁咯。头先你望住我，就系想打我荷包啊？系啊。唉，我唔可以俾啲咁嘅衰人咧逍遥法外噶。细佬啊，你带佢翻去好好搵人照顾佢先啦。唉，个小朋友真系惨，身不由己，唔做就打成佢咁。琴晚啊，有人曾经同我一样，仲话要自尽添啊。唉，你系咪俾说话我听啊？唔系啊。唔系就嘘嘘声啦。 小朋友，我哋行啦。参见皇上，贪官陈建才已经抄咗噶，佢手掘翻嚟嘅文脂文膏，包皇上见到都话佢大贪啊！哎呀，呢个陈建才真系大贪啊！真系见财见财，今日仲唔见棺材啊？嗱，佢，你睇啊，随手拎起一件都系奇珍异宝。外妃啊！ 呢一串珠链系属于你嘅，谢皇上，皇兄，我嗰份呢？皇上，微臣刚才讲笑话，氹得皇上龙颜大悦，怕姐都诶。哦，有，每人一份，谢主隆恩。令公公，奴才在，你都有份，我都有份啊，谢皇上。 你做咩？做乜攞我花樽啊？系我掂佢先嘅，就我嘅。冇攞佢樽啊！你手咁样写我手下边啫。我知你讲咩啦，总之系我掂先嘅，我嘅。李公公，吓边个掂我花樽先噶？李公公，啊，剪剪啊！李公公。
你讲啊，你一讲嘘一声，皇上就皱晒眉头啦。系咩？佢冇得不如个花樽归我。皇上，你欠微臣一个人情，你话过你唔会出尔反尔嘅喎。好啦，你唔好抢啦，不如咁啦，阁舅朕同你玩嘅游戏啊，如果你喺半个月之内，你可以唔讲嘘嘘声同埋浪得虚名，同埋加埋你啲臭屁嘅话咧，咁呢个花樽就属于你嘅。若果唔系咧，呢个花樽就归阿王妹嘅。 咁啊，就嚟我都得啦。好主意啊，皇上，等阿哥有机会改下啲恶习。系啦。嘿，我讲话都唔俾人讲，搞到我口红红。你唔俾我讲，我偏要讲，我连埋讲，我讲一千次都万次。落。你做嘢唔好成日都慢吞吞先得噶。阁舅爷。阁舅爷。呢只咁嘅傻傻，一定系广布士眼嚟装我。唉，我成套花神花樽，就系争呢一只，我错搞一套咧，我就炒。忍你，忍你，冇硬脚。唉，夏日炎炎，正好面。 浪得虚名，浪得虚名，浪得虚名，浪得虚名。你当我浪，浪急风高，口水多过浪啊！哎呀，许星人佢讲啦，浪得虚名，嘿嘿声，浪得虚名，嘿嘿声，浪得虚名。你只反笨嘴，我你系要同我玩对抗？ 我今日就同你做记，吓！飞鸟雀舞，英武大哥，林王都未到，你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不过报仇咧就去舞雷公，罪魁祸首就喺我度，知定冇？林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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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王。 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